广东人那也可以悠闲拿去参加，就有啊，我刚刚不就跟你讲旁边是悠闲，每一个都有耶，每个都有啊，那就好。我刚刚只是考虑要先上哪边，就怕天气，我觉得天气难说，就算了。今天不知道，算了，就先坐。嗯，这样子回程就没有什么尴尬。回程最后要拼这一趟。对，回程的话不止这一趟哦、喔，这趟上去之后，我们还爬不上去，还要再坐另外一个再拉上去，要拉两下。不如就现在先拉一下。好平啊！嗯，在这里做教学不会产生什么大意外。而且是小學，他歪错边了啦！而且是小学生，还歪错边。那头是老师啊？当然是啊。我刚想说，离蛮远的，还想是老师啊？他根本就歪错边啊！他们都觉得那这个橘色这班不就厉害很多？你不觉得他们个子比较大吗？你看，第一个根本就歪错边啊！然后还嫌太慢。你就是歪错边，你还歪错边，你看，然后重心低，老师也没讲，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，老师没有提醒他。这个人长得好高哦，那是国中生了吗？他脸上很多痘子，是圣火台吧？是哦，感觉是吗？是，但是近看以后发现它很残破，远看不知道。是火台，这里有办过奥运吗？有啊有啊，所以这里叫奥林匹克区啊。哪有，很多地方没办过有奥林匹克区、啊。就是这泰勒区跟奥林匹克区，它是区，它不是说是个奥林匹克道。不过沙尔山的奥林匹克那确实也办过啊。哦，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教学说如何轻微的上升，他做了两个示范，跳吗？一个是左右扭，一个是跳跳跳，有两种上去的方法。这有这么平吗？可以这样晃一晃一晃一晃就可以了，好神奇啊！上来发现没什么，对啊，哎，就看一下没。慢到我们要直直滑下去，哎、欸，这边在教，要撞一下沟口，怕跌，我也要。那就只好全身装啊！我本来以为是等一下要那个去广州啦，所以什么都没弄。你看我没戴眼镜就这样下来了。哦。嗯。哎呀，等我再慢下。哦，好低啊！哦吼，哦吼。太快。啊，这边也是路哎、欸。这个超好吃。这里还蛮陡的，我原来预先要停车场停满，哦，然后拉档来这边送，嗯，要拍一拍，就是要拍啊。拍个广角。其实我不知道札幌在哪里。这里啊，因为没有什么地标啊，这样看不出。你这有要滑吗？
我问你这个有要滑吗？啊？他左边那三十，很慢的。啊，你倒也不是要整个都逛完，不就是？但这小块很慢。我要挡躲掉啊！你不跟我讲，我要拍你。好了，那就成功吧。突然小朋友不见了。我只是在感觉脸会不会冷，要不要戴面罩而已。那你怕不怕起雾？怕。所以有点，有点想，好像没有那么冷了。做事情可多了，还是我不穿中层，不穿中层，我的话要拉脖子再戴帽子，好像也可以，真不行的。哦，我忘了拿线，说要拿线，嗯，拿线，嗯，对，好，做。你 Go For 也还没痛哈，你更动作更多。对啊，线跟脖围跟帽。哎，那个人的外套跟我的很像。只是他的那个比我长，比你是吧？嗯，好像是。那不是像，是一模一样。不一样啊，他的我的口袋线比他长。没有下雪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外面溜溜。对啊。玩掉了，我都有标准的破的口，这种事情发生率蛮低。因为我没有擦得很稳，我只是觉得它很特别、欸，它的那个居然是。这样小小的就也是贡多拉站，巴虎平的也是这样，是，哎、欸，巴虎平的只是那个缆车更好，嗯，还是大台的、啊，看得出来他们在充电吗？看不出来，偷按开关。我就要把它弄掉。哈伦区只能看得到海景，这里的海已经，但是哈伦，因为哈伦很后面，没有高很多。很好了。嗯，看得出来，现在看得出来我们在充电吗？看不出来啊，嗯，你帽子没有平哦，没差，不是紫色的，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，没差，这个可以动的，
都可以动。因为它本身并不会有个拉力，像你那个就是有个拉力，你一定顶不上。哎，那我的有在冲吗？我看不到，因为你的你冲一下往下。哦，我自己看就有，它有在冲。哇，它没有显示，我怎么知道几点？哇哦，它没有送呢。哎、欸，就是你刚说人家奶阿嬷带他来，回头一看不是。对啊。好了，为了要达到缆车。哦，交互。啊，这台说交互。一组他们，一组我们，一组他们，一组。有旁边有写。有够恐怖的人啊，有够恐怖的人啊，好多哦，人潮啊。哦哦哦。哦，我猜了。怎么了？我忘了有，还没猜。我有没有错电？
地图还是我坐在太外面。后面有个，他停了两排一起停啊？不是，是左边先，右边后。对，右边也发生，右边还好啊，他上车了。后面在。好，怀着希望冲去缆车，上去就没事了。不，上去还是有事。还是很多人啊。不是，那个缆车，刚刚不是看到有。又有学校区的吗？那不是也排很长吗？那这就意味着上面也有学校区的了。哦，那现在就是很长的状态。对，然后他们上去了也会在上面。这里真的是这比志贺人都多哎。多、哦。就是严重到要那个，要做专用队列。因为那会锲而行之这样子太远。太明显了。这样子的水量生意很好。离，应该说是他们的学校运动课都得来上。错了，走这个是专用道，不然走外面他也很难走。人太多了。对。所以，居然有看到 lift 的下腰果压去，压给粉臭走的。嗯。是这个意思。他回转哎，他要去哪里？他说有小朋友的棒棒掉了，他就咻咻咻跑来把棒棒捡走、哦。真的有一根棒棒，你看。一根是吗？挺有，就回家。这我随便猜的，没想到他真的拿了一根棒棒。那我们来看看刚刚的摩托车的轨迹吧，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棒棒的痕迹。不知道，他大概在这里回转的。捡到了。隧道，加速了，对，棒棒是谁掉的、啊欸？这个有个脚印，这里捡棒棒。好，结论，那有两个轨道，那前跟，这是更上一次的，他是来干嘛的？好远哦，这个车，又平又远。这车子抽下来也不会加速到多少，太平了。对啊，太平了。那滑到快最下面，我就觉得不妙了，我觉得我们到不了缆车站。这种坡度，你给我做 carving， 趴到摔在地上了。对啊，因为太平了。他这个坐下去，我还想说，哇塞，他可以这样坐。
但是它是应该是真的会有，因为没有很那个的，它 上半身不敢压那么低，所以就会造成只有下半身很低，上半身不是很低，屁股很顶出来的那种咖啡。他们拼的比我们多。所以我们运气好，做了一个比较好的。我们出发点是一样的。我知道他们的坐车的地方在哪。对啊，刚刚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两条呢。右边出了啦，右边出了啦。好，我们要停了，完蛋了，另一下。好，从右边出来，然后努力的朝，努力的朝那里滑。其实左边比较近，我左边好了啦。对啊，我只是在想说会不会有人卡住啊，那么多人。还是他希望我们都走右边，我觉得走右边好。他挡住了，他挡住了。对啊，去右边。你要帮我拍哦，我还想说我要拿手机。耶！因为有一个人带了两个，原来是一个人都没有的，或者是说人都很小的，要等一下，因为他们是用慢速前进的。来，又来一个，就在我后面。而且他一步就快要来撞你的样子，又来一个。好，你要不要？不用了。我还有一个环景啊。要吗？这里这么广阔，这里 view 比刚好哎。因为海觉得更，我们更高了，所以觉得海更多。好，就这样。要拍一下刚刚的圣火塔，我现在不确定它在哪。啊，去了，我冲去了。我看我拍到你，应该要有啊，只是很陡。
较紧张啊。我们最后滑下来不用票，从海伦滑下来就好。你说是不是？海伦可以一路滑回来吗？可以啊。不行的。我们有要跑爬滑很累的，我才要弄。啊？我到底要不要弄？这样做很久的吗？一阵子啊，慢慢。我在想说鞋子到底要不要。而且穿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而且这个缆车是会转弯的缆车，就是它的线不是一直线，它渐渐的左转，又渐渐的右转。哦，我就要看到海了，真的。是啊，是我要坐往前看，往后看。那要转弯的时候，我觉得会不会等一下我们就在前面会看到那个观缆车？就是那个，其实也没有卡到，我也不知道我能调什么。没有，我觉得缆车这辆缆车会不会只坐一次的吧？嗯，我们应该会在上面滑久了，不会特别要下来。我是，我发现那个。那是非正式停车场嘛，条条停的那个，可能是员工在停还是怎样的，就卡在那。啊，怎么办？可能要闯上。其实它没有横。所以是右边这个，右边这个手道，我们的目标是那个。什么意思？结束后是？结束的时候要在那边，然后走回去车上。对。只有两个的。好的，不是，怎么觉得好像有舒服一点呢？哇，你可以跨第三个。嗯。嗯。刚刚这样动了一动。没有，要滑很用力的，我这样。穿很紧，因为要滑很用力，就不用穿太紧。太爽了，往右转。前面这个，嗯，这条路好平啊，不行啊，动不了。哎，这个缆车怎么样那么平？反过来坐。你说我看不到啊？没有，我看看它到底怎么行走路线是什么，因为要爬山了。不是不是坐错车，一定是到这个到 Highland。要是 Highland 滑不回来的话，如果坐这个，我那不就还要再十天的爬才上得来吗？哦，我看这样。也好。嗯。我等一下稍微看一下雪场。不是转弯吗？
你就说缆车转弯害我也很想看什么叫缆车转弯，结果是一直线，哇，可以停到那么高哎、欸！所以有一个很绿的绿线可以滑回去，就是刚刚看到冰的要死的绿线。哦，不过今日的天气是 safe 的，因为没有人粉，所以很绿的绿线我们滑得回去。不打蚊子，看不到蚊子。Thank you.
charge 进去就好了，好像再便宜个几百块，一两百而已。什么叫 charge？ 哦，你说加深观光 charge 哦？对啊，它线上就可以 charge 啊。哦、不过我猜只差一百还是两百吧。哦，啊。那你就不是都查好了，还是一个人要说北海道联盟，他要你说没有，就记忆力不大对吗？因为其他的都有，因为你都自己讲得很自信，我就不会，我就不用帮忙查啦、啊。因为你讲话太有自信，你讲我就相信。就忘了，忘了。所以这里手机信号应该很好。为什么？上面插满了、哦。插满了、啊，那个札幌的山背后的全都靠他们的。啊，所以刚刚我跟你说，隔壁有一条线上很多柱子，那应该是那个老的线，老的缆车线，会不会？隔壁现在这里有一条白线嘛，我们的学对柱子下，隔壁还有一条白线，你有看到吗？然后那里有一根一根一根的柱子。是啊，对，我刚刚就是在跟你讲说，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上面还是有线啊。有线吗？有啊，但是没有车啦，啊、车就是刚那台。没有车，那台的话是挂上面的那个线，高的线，不是下面的线。嗯，上面啊，上面有两条线，我看到。有，但 是高的线。那是缆车线吗？那个才是缆车，才是刚你看的那个缆车。那现在这个框框，那这个框框是什么？什么框框？那这刚刚白的，隔壁的白的那条上面是什么？就不知道。这个两条线旁边还有一个两条线，你有看到？近的两条线跟远的两条线，我就有看到两条，没有看到远。总共有四条。
是你的那个杖就刺很后面，就还没拿起来。我不会刺在这么后面的，我的板子都已经到前面，你刚刚还在后面，所以我就卡到了。4公里啊？它之所以可以成为绿线，就是因为它绕太远。那不要啊？不是啊，这就是观光路线啊，要来一次啊。红色啊？啊？那红色。绿色先一次，再红色，反正都是坐这个缆车。哇塞，好开阔啊！要去哪里拍照？好开阔啊！画红线的时候再拍。现在就是先滑一次绿线。真的，我错了。好的。今天应该要带那个的。棒棒。嗯。在车上的。懒得，谁要去哪？对啊，那走吧。啊，好可惜啊。蛮需要，还好。不过也拍，我们也不会拍前面。是说今天没下雪，天气好。好，这个就是 non stop。怎么啦？不要，我不认识路。你走。绿线有什么好看的？回到刚刚那个了。对对对。走吧。我不认得路，所以我不要。我也不认得路啊，反正就滑下去应该是坐不了。
脸还是很冻。冷哦，对，冻，很冷啊。黄的吗？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高楼就是札幌吗？中岛公园吗？啊，中岛公园吗？有可能啊。走错路了，你没有逼到。大哥，你走错路了。嗯，但是上的距离不一定。哎呦，屁股抬高吧！我第一次被打屁屁，弹走，从下面往上抬走。他刚刚是在想说要我们特别去逼门吗？没有，我脸好冷哦，糟糕。嗯，但是你要加强吗？因为脸有点太冷。这样一滑，突然间又觉得，嗯，就这样。我今天不敢用力滑，我怕会长舌头。那有什么把鞋子穿紧有用吗？就不确定了。那你不要又让它松松，就是松松磨出来的啊。嗯，我觉得是啊，昨天我也觉得够紧了。对啊，没想到这里也有那个学生赖，我走的学生赖。我是滑了之后一回头看右后方有 gate， 有那个感应票，就嗯哎。欸，有人偷完这边，然后吗？他坐在那里不动吗？他坐在那里不动就不动。啊！这个不知道跟刚刚 natural room 怎么算？搞不好他这里就是 natural room。他在练他。그 행동이 하길 바래서 그런 게 아니라 예시를 주는 거잖아.
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想要激动啊。很早哎、欸。啊？嗯？啊？我说雪板的都很爱冲松雪，到底是就是觉得里面雪很暖，没压过。还在吗？他们念很大声，人家这里都听得到。嗯，回去把那个音轨对着 Google 翻译，才看他在骂什么。不能讲干嘛？刚一度我觉得我的口罩应该冻结了，但现在又还好。哎呀，但是脸是现在没风哎、欸，就感觉温暖多了。而且下面我怀疑都是花苞了。啊？快要有芽，不知道是叶芽还是花芽。那个头尖尖的地方。对。然后已经蓄势待发了。这里有两个人。后面有人。嗯，三个人，那战法一样。回头看是谁啊？这还有一个人啊。在左边啊，在左后方，不是右后方。哎呀，后面有个360头上方嘛，他回头看，但是其实左边有个人已经超过了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在哪？他们等的是这个吧？嗯。我觉得这里坡度不够大。看他起得来吗？他们起不起来的。跳了两下，到了。嗯。嗯。嗯，这里呢？这里是我们走的路啊。的边边冲雪，然后有一坨雪飞要来。边边冲雪啊、喔，嗯，刚没注意。这种坡度，你也可以进来蹭一蹭，不过已经快没了。头好痒，我头后面好痒啊，好想抓。就是这个橘色在拐进来。哦。不过刚那一道还好吧。绿的夏花走进去，所以我就不懂他的 natural land 怎么界定，他要他们走那边。那里也有。他那种粉红色的，那就是 nature 可以走的地方了。再过去就不是 nature 了，还是再过去里面是 nature。但是再过去里面是 nature 的话，那么平也动不了啊。他要让你穿着雪鞋拼走吗？这种坡度我觉得不大行。嗯，上面要是切得回去的话，就去隔壁吧。嗯。没有蓝天，但是风景还不错、嗯，开阔。不知道昨天那个有那么开阔吗？结论是打蜡没差、嗯。我的打蜡没差，会比较快吗？嗯、我觉得未必，就差那么小小的。不知道。所以你今天刮掉很多吗？还好，就刮刮刮。今天好刮多了，他的那个作业台上全都是我刮下来的大雪，大的。再狠一点，速度就不够、嗯；你再直一点，血又不够。线路一种，
到底要走哪边的地方。是壮年，他肯定是没办法去做。剑术就是壮术。你要让我弄啊？对啊，弄啊！这是观光路线。好冷哦，受不了！我的脸很冷，超级冷。我再把脖子罩好一些些就好了。那这样子啊？脖子。很难。觉得这个坡度 OK OK， 不用用力还可以。脸冷死了，但是我想要照到口罩的一半，就只是为了保护脸的部分，因为好冷，好冷，脸颊冻伤了。我觉得它就是 S 频道的这个缆车滑下去，快乐山路。你，想要叫你来帮我拿着帽子。你好冷，一直好冷，啊，没办法耶，你不能帮我拿着帽子吗？我没办法穿，包住它就可以。你说拎着，倒着。我来了。你就说，我来了。我不用啦，我就倒着啦。我本来只是不想让它倒着。影像没事。影像倒着。对啊，有下雪的话这样可以，没下雪这样 OK。又一个人跟着他，然后。因为他跟着一样的路线，所以他撞了一样的墙。哎、欸，我的脸有对好吗？咦、我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太冷了。好冷的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今天可
上完厕所，再把工程补进去。等一下，现在不想补。那你再补多点。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4公里讲的是这个吗？他不会是华辉？是这里再连到奥林匹克？我有在想，我觉得应该是。滑起来才知道，没滑的时候不会，滑的时候脸超冷。
不会啊，还好。左边上面卡住了，你就拉一下把它拉回去就。既然都快停了，你可以拉。对。哇！哇！要夸奖他说不会太辛苦。好，我就是啊，对啊，好平哦，他拉太远。啊，不过这有个问题，我现在围了我，就是他就贴在湖，你就滑下去算了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就下去了。看看你啊，看你急刹车，我去那边呢、欸？去尿尿。哦。不要，那要去了。嗯。但是，放啊，那反正重啊，走路总比。还挤呀？在这里啊，这里、啊，我会想看。是，你好像没有很熟悉。快倒了，他我旁边好了，你看。好像有点危险。那去倒就倒。
搞不好后面要拿走的人也会把你们抓到。仔细观察，他要到你找仔细观察，车子停下来找路，有比较好吗？你真要爬坡哎、欸，他有危害。哇哇，慢慢啦，走，快过来了。我就是有这种走路的感觉，然后脚痛，脚踝痛痛。对对。嗯，就是有一点痛。关你好了吗？关啊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啊。嗯。